原来林堂哥所要讲的地方是伊玛莫斯的女性。林堂哥平安。平安。咱最近呢，常常听到什么话？咱常常听到的是。咱最近常常听到的是，是咱身边的朋友拢去旅游哦，因为全中医的关系，我唔知恁家有即种的感觉哦。咱以前就去旅游，咱去个朋友也去旅游哦，互咱因为家己的关系，互咱得到一寡的福利哦。啊，咱知影讲伫旅游的。中间透过旅游，互咱的心情个，咱得到好望，得到回复。啊，透过所读的这个经节，这个经节是两个门徒，因对耶路撒冷的伊玛莫斯，因这个路程的中间所发生的代志，因伫这个中间，有可能嘛，亲像咱的旅游同款，得到心情恢复。总是咱会当对这个经节有发现的是。因为这个路程的中间，因认捌家己，特别是今仔日也是哦，搁偌济第三尊日哦，咱想看卖啊，咱下上这两个温度的时阵，我用什么款的心情来去面对？哦，咱伫头骨的中间，哦，咱有看到耶稣的两个军队者怎样？耶稣的两个军队者，因真失望的。因真失望地走到，因真失望地走到迄、那个，要去迄、那个村庄，因为安怎？因为因梦想的一些个真骨者，一定死啊，一定，互因无愿望啊。而且佫听着啥？佫听着有迄，坟墓是空的，耶稣无伫遐。你若想这两个温度，伊的心情是怎样？伊的心情是真艰苦、真着急，甚至嘛真惊吓，真侪真复杂的心情拢伫中间。总是耶稣佮我的第一日出现的时阵，是惊向因，佮是惊向啥？惊向这两个，咱拢毋知影伊是啥物。名的温度，趣味的是安怎？趣味是对迄个有日头一直陪伴伊家落山的迄个时阵，当因落山的时阵，因邀请耶稣去伊家住的时阵，咱看见伊的心，因的感情改变，确实主教因动静。咱若对这个这段的经节，咱若去想讲，伫这段经节，有好我有啥物学习，佮提醒的所在。经节咧，头我咱所读来讲，因的目睭迷目，迷目的意思，欢喜讲的迷糊，迷糊，总是咱会当看到的是迷目、迷糊，目睭的目哦，咱来就讲，为什么会变成那个，给它改成木头的眉目哦？黄丽讲的是被蒙蔽了，甚至安怎，甚至伊原文的意思是去互物件甲掠着的，甲掌握着，所以伊变甲有一种惊吓的心伫伊的内底，因为伊有环境所掌握。所掠着的，伫个环境的变化的时阵，有可能像个草头人啊，无法度了解环境的变化。一直到耶稣主动来亲吻因的时阵，因就含伊，佮含伊对话、讲话，一来一往，讲圣经的代志，讲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讲到头头是道，那你当伫遮看到的是甚物？看到是讲，这有可能到有温度，因的
伫即个旅程的中间，伫即个含耶稣三通行的中间，因伊安怎？伊有可能，咱有可能嘛，像伊安尼，咱知影真侪圣经的代志，知影真理，知影咱信用是甚物货，总是安怎？总是我的目睭迷惑，吼、哦，甚至安怎？甚至我吼、哦、外口世界的物件所掠掉的，掠掉的无一定是金钱，总是会咱确信的是，有通啥咱互世界的物件所掌握掉。耶稣虽然责备伊，总是安怎？总是主动接近伊，而且咱看到的是这两个人是一个真平凡的人。总是因改变是真彻底。咱当看到是啥物？咱当看到含思考的是讲，哎、欸，这两个门温州伫这个路上的时阵，因产生的改变含信心是啥物货？真侪时阵，咱落伫困难的环境内底的时阵，咱会开始产生骄，咱会对咱的信用有骄疑，会惊吓，总是咱。爱会记一个，咱每当忘记的是什么？咱要忘记的是伊确信，伫这个温度的心中，嘛伫我的心中，因改变的是啥？因改变是因确信主在安怎，主在陪伴我一生的路。这是因伫伊妈公司的改变，主在陪伴我一生的路。真侪时阵，咱拢知影讲做要陪伴我一生的道路，但是安怎，总是常常拢是咱甲做袂得志，做绝对绝对来放杀咱，就像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哦，伫遮所讲的安尼，伊袂放杀咱。所以鼓励，伊用完全的听来听咱，咱有安尼确信。真侪时阵的时阵，咱听真侪道理，听几啊届啊，一冬过一冬，总是安怎？咱听的和咱所信的、所行的，无一定共款。总是伫即个伊妈母书的路顶，即两个频道的改变是。因确实主要陪伴我甲一生的道路，咱麦当看到的是，伊妈母的改变，看到是安怎？看到是这两个温度，迄确实是伫家庭的疼。怎样讲？因为伫犹太人一些人，当时因有一个真普遍的想法。咱也讲毛病啊，想法拢会使，就是因只有你看着讲要来甲因拯救的迄、那个比赛啊，是一个真威严的、真高高在上、真有权的比赛啊。总是安怎，总是来的比赛啊，耶稣的形象毋是即款，耶稣的形象是受苦的、受侮辱的。最后搁定伫十字架顶，所以有当时啊，咱咧追求信仰的时阵，咱有当时会无说哩去追求一个成功的信仰伫咱的内底。咱去追求，感觉讲患难伫咱的内底时阵，还是无顺利伫咱的内底时阵，咱就真惊遐，感觉是上帝离开我，也是我有做啥物？必须的代志，咱会感觉平凡、成功，正是上帝的保守。有当时啊，咱嘛袂当袂记住，受苦的信用，嘛是十字架信用的一部分伫内底。咱会讲，咱会伫即个伊妈母书的改变内底，互阮多因搁较一届的了解是啥物？是了解讲，一个人生的信用是起着伫一个苦难中所起来。伫这个苦难中起来的信用，咱要看起着啥物？看起着
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对以色列的拯救，对咱的拯救。有当时啊，咱面对困难的时阵，是安怎？咱面对困难的时阵，咱就是要看迄个困难，迄个苦难。咱爱超出咱爱思考的是迄个苦难、患难的意义。这个意义对我有啥物款的帮助？有啥物款的功课？有啥物款的信用要伫我的性命内底？有当时啊，咱会互这个苦难就甲咱绑掉的。袂记讲主是割我的主，咱来咱讲痛苦苦难，毋是咱的敌人。有当时啊，咱听着苦难，听着痛苦，咱就真惊呀。总是咱来确信的是，这两项苦难患难，有可能是对咱的信仰是予咱更加成熟、更加勇壮，伫咱大人的信仰内底。而且咱来认一个是，我的主是哥，我的主，我的主是大有困难的主。咱常常甲主讲啊，主啊，你帮助我，哦，你甲我同行。总是安怎，总是当哦面对苦难的时阵，咱就常常唉声叹气，就常常讲哇，主啊，你怎样放下我？总是伫这个以马忤书的路程中间，上帝慢慢啊陪伴因。规工，即、这个陪伴也真侪，即两个学生因的意志、因的安慰，伫即个所在，最后邀请主入来厝里的时阵，改变伊。有当时啊，原来是互咱明白讲，诶，主对我的心意、对我性命、对我的信用有啥物帮助？第四篇哦，遐有讲着讲，我受苦是教我有。是为着要学习你的能力。在困难的中间，咱常常会产生真多真多对咱信用的怀疑。总是咱爱会去自讲，咱的信用先主的帮助，主所温存的苦难，也是我信用的一个部分。哦、我真喜欢一个、哦、我有三个喜欢的、心理学家、哦咱这个是我其中真欣赏的一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本来可以自由的国家总是他有一些想法还有对爸爸妈妈照顾所以他回到自己的国家也因为这样他的因几个月都送到集中营里面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妹妹甚至他的母也死在集中营里面所以集中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所在他在那段的集中营的所在、他到尾有弄出一个道理在集中营在这个无五万的环境只有剩两个人，两种的人，这两种的人，含你有什么款好的信用，什么任何社会阶级，什么什么种族，什么信用，什么社会地位，拢无关系，只有有品格的人，佮有。想要家己做代志啦，为所欲为啦，只有成这两种人，含信用、含社会地位、含我接受的教育、含我所有我本来所有有的一切，拢无。伫这做人的发现，只有这两款人，总是伫这两款的人格，我会当有选择，我会当靠着。意志来选择，总是有讲靠家己的意志是困难的。
连接伫创造咱的主内底，所以伊个安尼，伊伫集中营内底，伊无出即个道德立心，伊行出集中营，甚至佮创造一个精神的治疗的方式，存在主地。伊讲，你爱伫你诶处境内底去了解讲，你的意义，你的生命意义是甚物货？所以因为安尼，伊变成伫二次大战伫欧洲变成足好真济当时遐个人，咱讲咱会当选择。以前我们新闻报道讲，咱会当选择，靠着意义的和对主的连接，咱当会无同款选择的，无同款的生活，就变成无同款的生命。你了伊的时阵，在患难的中间，在你的信仰失败的中间，你嘛会当选择你要回应什么话。不是讲咱只有得救的基基督徒，有当时啊嘛，有当时啊，咱信仰久啊，咱来做礼拜真久啊，真侪代志咱拢珍惜，总是有可能，咱就像咧，即两个学生因行伫一条珍惜的路的中间，总是因无去注意着啥，因无去注意着耶稣竟然和因做伙行，因无去注意着。还是讲，因为迄个大个环境、大个代志个变化，去掠掉个，去掌握掉个，所以无去看伊着上帝个引传，上帝带领，因互迄个感觉大过迄个事实，甚至袂记哩，主是荣耀，主是平安。所以咱的信仰有可能伫下面迄个当时同款，就萎缩，就是坠落失败。所以咱看到讲，伊玛勒书的改变是确实实质决定的痛，是我所甲上帝讨的快乐，这是我的选择。因为我有去经历过基督的疼，在我内底，在人的内，在别人的内底。那我看到伊玛勒书的改变这两个学生是啥？因确实呢是主掌管我的性命。先我讲，咱伫咱拢知影讲犹太人因咧食暗顿的时阵，是主人来邀请人客来。就像这两个学生来邀请耶稣来引导，总是咱伫遐看到的，今早看到的是啥？是耶稣变成是一个主动在遐备饼、晚餐服因的人，所以因的目睭顿啊金起来，因知影讲哇，这个人客。是我了解，总是伊咧做个遮个代志，是我真正耶稣所做个。因刷到咱目睭起开金起来，因知影讲，因所听到个、所经历到个，本来目睭迷目个，因去看去，我本来邀请个人客，正是即个厝里个主人，甚至是。我的性命的主人，甚至是掌握着整个耶路撒冷城，含因本身的政府官员、信仰的遐一些的百姓、文士、法利赛人，所想的是无共款的。这是因伊玛勒书遮个这两个学生伊的改变。咱会当讲，咱知影讲，主要陪伴我一生，我确实是决定来听，主掌管我的性命，总是我知拢知，
总是当困难的时阵来，有当时啊，我著选择，互迄个风，互迄个应允，互迄个快乐，对我的心内内底停停停停走去。伫今年，哦，咱拢知影今年哦，大家拢真知今年是宗教改革的500年，所以嘉义文那样老店，哦，这两个人对咱来讲实在真实。哦，咱拢知影讲，因当时真勇敢的面对迄个伫哦官殿有官位的人，因真勇敢来面问题，总是因嘛有信心消失的时阵，信心哦失的时阵，当马殿落来因的太太哦看迄个安尼的想法的时阵，啊有一天呢，伊拄啊穿一个。在三府在引导洗洗洗阿嬷就在那里说啊是什么人死去啊，结果他太太给他印象，他太太说耶稣死去啊，这对一个有信用的人你怎么会说这个话，所以他就马上真理来应说你不会说啊，耶稣怎么会死去呢，伊讲耶，因太太个，伊讲，人是耶稣已经死去，你太无信心。就安尼，伊本来失落的信心，搁一届搁爬起来。伊感悟讲，这是伊信用必须爱面对的。伊开始搁继续伊这有信心的信用的路程中间。咱会想的确。我所信的主，我的信用，哪会因为我生活的环境，我的代，我生活的环境，我所发生的代志，真侪是死的信用呢？咱常常会当了解讲，咱的信用是活的。伊玛目师的路程是啥？伊玛目师的路程是搁一届，让迄个学生去反省。去检视因家己的信用，去活出迄个格外的意义的信仰是甚物款？咱人讲讲，有当时啊，检视即有阵啊，就讲后照镜的信仰，是安怎？咱咧开车的时阵，咱看后壁的镜，是有点嘛？是有点咧，互咱的车搁会当继续。头前，那不是好代志，好咱生命过去，你过未过的代志所绑掉的。咱伫这个咱的生命所发生的代志，还是咱的生命所面对的苦难，等咱整理了后，是要好咱向一个较水的方向来抛走。予迄个搁较水、搁较美好、上帝搁较美好的旨意，会当一步一步向前行。因为咱知，咱的主是掌握咱的生命、掌握这个世界的主。咱常常安怎？咱常常拢甲主讲：啊，主啊，主啊，我甲你啊，请你怜悯我，请你予我稳定。总是咱爱知的是啥物？咱爱知的是，咱人向主来求怜悯，总是主是安怎？咱爱记住是，主是向咱靠伊的信心伫内底。哥林多前书这段真有意义，真济真正的信用拢讲听，甚至比咱的信用搁较济讲听，总是。咱的信用特别恶劣的所在，就是咱有一个基督为咱受死，定的是一个一世格外的信用，因为这个格外的信用，予咱会当度过真济真济咱的困难、咱的难关。不是讲迄个疼，除了疼以外，有当时啊，有诶信用，有诶宗教讲诶疼，搁比咱搁较侪
甚至搁较有效率的展示，互咱了解。咱的信用和别人所无共款的是，我有一个搁我的主伫我的内底，伊正阿我。咱每当看到的是啥物？咱每当看到的是，伊不止只安咱，只安咱大家，亲像伊伫当时迄个环境，伊主动亲吻迄两个学生，互迄两个学生知影讲，伊正是因的主，正是因性命的主。咱当讲，耶稣乃用一个真无效率，因是足有气力的嘛？总是安怎？伊较会安尼慢慢啊，对透早背个暗，佮甚至佮食饭啊，敢讲伊拢无别个代志做。因为咱知影伊即个时间。伊用遮侪时间，是要互这个学生佮一届的明白，佮一届的了解讲，我甲恁伫底。当伊个学生了解的时阵，当咱了解的时阵，咱要真侪伊个军队只有伊个属性伫内底。咱来当看到是啥物货？咱来当看到是即个伊玛窝书的路程中间，耶稣为咱死。总是安怎？搁话，伊向这两个真平凡的人，这两个人甚至其中一个人，搁安怎？因搁无啥物欲望，甚至因其中一个，伊连命搁无，所以伊毋是迄当时咱所了解的彼得。咱所了解，迄、那个真正予人有法度想象遐个学生，伊是两个真平凡的军队者，伊行伫一条即个路，也是一个伊妈妈所看开是真平凡的路，总是耶稣伫即个路上显现。变下单啦，予平凡的人有无平凡的稳定伫伊的中间。有当时啊，咱伫咧行咱头前咱性命的路，有当时啊，你感觉你真孤单，佮亲像这两个学生，感觉伊的主已经死啊，伊的代志，伊所行遐代志，大过耶稣甲因交代，讲我会佫来。因予这个惊吓抓牢的，滴到忧伤，滴到烦恼，总是当因经历着这个伊玛窝书的改变的时阵，伊发现着主要引带伊，而且呐是深深的陪伴伊，予伊稳定。咱来讲，伫这个伊玛窝书这个改变的学生，因的旅程，因了解。因有无平凡的稳定，因搁安怎？因要和受苦的人同行，去真侪人的祝福。哦，那人讲，我是主的学生，我是主的门徒。你请咱来讲来讲是，咱要真侪伊玛窝书拄着主迄个门徒，搁像哥罗西书三章的。伊才有讲过，你和人基督同个话，佮爱追求，基督关键的代，佮去追求天顶的代志。有当时啊，咱咧想讲，哇，我期待佮我的气力，信心的活水充满伫我的生命内底，咱常常安尼甲上帝求，甚至啊，那。有个人中间有经历，咱常拍抱啊，欢喜做个作为，总是伫即个伊玛窝书的路程，咱通看到后壁的经节，咱会通做咱的提醒，也是学习的所在是，
那么有贪好因的恋情和分别的生活，咱就爱提醒家己，咱就爱警醒，因为耶稣给我的快乐，圣神会活水伫我的生命内底，我的生命更新了，是要从这两个温度真积极的去甲伊边仔的人去传播这个信息，让这个信息注入我的快乐，伫伊内底，也伫咱内底。那当讲，咱拢是伊妈老师内底遐的学生，咱可能无哦，耶稣本来遐的军队才有名的军队才学生，伊那是真平凡的。总是咱爱知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予咱的头前的路有济济稳定伫咱的中间，咱爱照着这个快乐，这个搁活的稳定，拍开咱的目睭，拍开咱的耳，搁像这两个温度同款，当因的心拍开的时阵，因要看见无同款、无同款的世界，无同款的稳定，要进入因的生命内底，嘛要予因的生命。就像当时耶稣和门徒，迄个看到新的生命，新的盼望要进来的，咱只是三角做伙来祈祷。主啊，阮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救赎的恩典，予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嘛要甲你讲，伫今仔日的早时。我要搁一摆邀请你进入我的家庭，进入我达人的内心，因为我心目甲你三人行。你会听，你搁我的快乐，要不断更新我达人的生命。主，我嘛知你要修筑我有新的心、新的眼光，知影你伫我生命逐个处境。大家转阮世界的所在，你甲我同行，为阮所有备的丰盛祝福，大过阮所想象的。圣神，你嘛帮助阮，引导阮。主啊，我嘛要甲你讲，阮搁要一届来表明阮家己的意志和决心。伫阮每一届阮生命的挑战的时，我要搁较挖苦你，伫大家的试验的中间，我的信心要较得到你的欢喜，因为我知你甲我同行，你甲我同行伫我生命的逐个所在、逐个时刻，因为我所是你所听的囝儿，是你忠心、良善、生命更新的舞蹈。你祝福阮大家，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感恩，阿门。上帝赐福咱。